好，观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变调主旋律，拿下周永康。淅淅沥沥的春雨下得让人心绪不宁。残酷的宫廷斗争从来都是血雨腥风，亳州谋反，剑指晋平，杀机四伏，军车入京。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，希望我能用我的歌声去化险为夷，拨乱反正。亲爱的战友们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能在北京见到大家，我感到非常的高兴。大家知道，目前北京的局势是十分的险恶，政变一触即发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哪几位战士是从康师傅那边投诚过来的？请站起来。哦，这么多啊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为什么投诚过来？因为我家房子被政法委强拆了。简直是强盗，太可怜了，请坐。这位战友，你为什么投诚过来？我哥哥被政法委绑架后打死了。一帮子土匪，中国的祸害呀，请坐。哎，那位战友，你为什么投诚来了？我姐姐揭发贪官，被政法委判刑了。真的吗？判了多少年？15年。15年，那很漫长啊。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呢？没了，妈妈伤心过度也去世了。好惨啊，害得你家破人亡啊。好，请坐。亲爱的战友们，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拿下周永康。对，拿下周永康。好。小流氓钻进旧人帮，心儿黑手儿辣，他就是周永康。把持政法委，第二权力中央老委，横行霸道，百姓遭祸殃。天下首位强老位，多大全国州，政变被曝光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